石湾这个名字，对于只光顾索斯比和克里斯蒂等名贵艺术品拍卖行的富豪来说，可能相当陌生。但在陶瓷爱好者，尤其是香港和东南亚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中，却几乎无人不晓。在香港，一提起石湾，人人都会马上想到石湾公仔，也就是传统的石湾陶塑人物。长期以来，石湾一直是中国南方的陶都，以生产陶器和陶瓷塑像而著名。石湾位于佛山市郊，距离中国南方著名城市广州20公里。佛山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398年。据说，当时有一位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人，带着3尊铜佛像，在此地建了一间佛寺，弘扬佛法。于是，人们便称这里为佛山。佛山石湾的土地是含有高亮氧化铁的红瓷土，不适宜耕种，却是制造陶器的理想原料。石湾夜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佛山祖庙主要建筑的屋顶，至今仍可看到陶制的戏曲人物。质朴的乡土气息，浑厚的造型，淋漓的釉彩使石湾公仔扬名四海。近50年来，石湾的传统陶塑艺术更有长足的发展。以刘传、庄家、刘泽棉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大师，继承发扬了石湾公仔深厚的人民性和传统的艺术城市，作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几乎可以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也许每一个艺术流派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石湾公仔几百年来塑造了无数渔樵耕读、神仙道佛，再现了民间津津乐道的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但是，在审美观念不断更新、艺术情趣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如果石湾的陶塑作品都沿着这个接近完美的模式延续下去，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吗？石湾陶艺起码可以说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那个造型艺术啊，石湾的陶艺的历史也并不太长，大概可以追溯到500年以前的事。这500年的过程里面，虽然类型品种很多，它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些。我们今天见到的石湾陶艺都是以传统的人物造型为主，我觉得陶艺品不应该受种类的限制，它就是一个作品，一个陶艺品是通过泥釉的，通过火烧出来的作品，不论它是人物也好、动物也好，或者器皿也好，它都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石湾公仔的摇篮石湾美术陶瓷厂在佛山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就在这个看起来古色古香的院落里，走出了6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韦文鼎是其中卓尔不群、特色鲜明的一位。梅文鼎1940年出生于广州市，196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之后一直在石湾美术陶瓷厂从事陶艺创作，被认为是石湾现代陶艺的开拓者。梅文鼎的作品
一反当时石湾公仔圆熟细腻的风格，把古老的东方色彩和西方的现代观念融为一体，使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造型、奇幻的纹饰、变化万千的釉彩、强烈的现代形式感和诱人的艺术魅力，写下了石湾陶艺历史新的一页。在进入陶艺创作领域之初，梅文鼎也曾沉浸在石湾公仔的辉煌之中，准备沿着先人开创的艺术道路走下去。但是一次偶然的机缘使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改变。大概是1978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外来的客人多了，那个时候咱们有一位香港的客人在家乡要建一同学校委托我设计壁画。他说你们的作品都很好，但是我不要，因为如果我要了以后，我家的装修都得要改变，要配合你们的作品。结果他选了我一件方形的黑的一个作品，他说这个，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烟缸，说这个作品非常好，我要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放在我的洗手间里面是最好了。他这种讲话让我想了很多很多事。那么漂亮的人物，那么漂亮的红药子，他为什么不要？他要了一个他那么愿意喜欢的作品，为什么要放在洗手间里面？作为一个家的主人，经常活动的空间，一个是厨房，一个是洗手间，他要让厨房跟洗手间也充满了艺术的品味，他要把好的作品放在洗手间里面。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跟人的感情能融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才是一个好作品。在梅文鼎的陶艺作品中，他的器皿造型大多不依赖于绚丽多彩的色釉装饰，反而赤裸裸地坦现陶土的肌理，于返璞归真中散发出自然的魅力。他的动物作品造型简阔、凝练、粗犷，造型奇特而独具神韵。他的人物造像大都不拘泥于某个具体人物，也不强调人物的行为情节，他要表现的只是人的情感心态。他的作品在造型的大刀阔斧的删繁就简中，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突出，把石湾公仔的传神之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传统文化和当代人的审美崇尚结合起来，把陶艺的审美角度与现代环境美学联系起来，是梅文鼎近年来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准则。他在继承石湾传统陶艺的基础上，
努力在表现形式及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他把民族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意念与现代新的艺术追求结合起来，把华夏文化的神韵与现代感融于一体，贯通古今，标新立异，而创造出既古朴厚重又富于现代形式感和浪漫情调的现代陶器。有人不理解梅文鼎作品所蕴藏的内涵，认为它是抽象派，而梅文鼎自己却认为他的作品是把东西方文化进行融会贯通的产物，他的作品是中国风。走进梅文鼎的家，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小型的陶艺作品展览会。客厅和书房里摆满了他的夫人、女儿以及他本人的作品。这些桌子和凳子也是陶塑艺术品。蓝风是梅文鼎本人非常喜爱的作品，这个作品体现了大师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理解，大师的个性在汪洋恣肆中得以张扬。这些年来，梅文鼎创作了许多以中国古文字为题材的陶艺品，使他的作品更体现出一种中国气派。多才多艺的梅文鼎非常善于从其他艺术品类中吸取营养。外观朴素的广东美术馆1997年夏天刚刚落成开放，而梅文鼎已经是多次走进这个艺术殿堂了。这不仅仅是因为里面展放着他自己的精心之作，更因为在这里他的心灵得以慰藉。在一代雕塑大师潘鹤的展示里，梅文鼎驻足良久。我的作品是一定要卖的，好的作品更加要卖，但是我每卖掉一件作品的时候，我的感觉就等于我女儿要出嫁了，女儿一定要嫁人的，女儿如果嫁不了人我很难过，但是我女儿出嫁以后可能我更难过。我是捧着这个心态去进行我的艺术劳动。梅文鼎只能选择难过了，因为他的作品一件一件都被慧眼独识的收藏者搬回了家中，或者放进了展览馆。尽管梅文鼎依然才气逼人，精力充沛，但他已经开始对石湾陶艺的前景进行深入的思考。别人曾经都很担忧，啊，你们都退休了，或者你们都不在了，会不会后继无没人呢？我想到我有一位老师傅，他用石湾话说了一句话，他说：“鸡死何来冇鸡声啊？”一鸡死一鸡命，鸡死何来无鸡声？他就说，一个鸡子死了，另外一个鸡子它在叫。鸡子虽然死了，不要担心，没有鸡啼，没有鸡叫。